little fox. Puss, 十，美妙的音乐。普斯想了想，国王想见卡拉巴斯，普斯需要一个计划。一天，普斯来到了城堡，国王在睡觉。普斯到处走走，听到了音乐声，有人在弹吉他。普斯想，真美妙呀。普斯跟着音乐声走，他来到一个门前。普斯看到一个弹吉他的女孩，她弹得非常好听。主人喜欢音乐，普斯小声说，她要是能听到就好了。女孩抬起头，哦，她说，你一定是普斯，父亲提起过你。普斯很迷惑，谁是你的父亲？是国王，女孩说，我叫菲奥娜，昨晚我刚旅行回来。普斯鞠了个躬，很荣幸见到您，公主，您非常有才华。菲奥娜笑了，你很善良。她站了起来，来吧，我们边走边谈。我和父亲本来要坐马车出去，但是他睡着了。普斯和公主边走边谈。他又聪明又善良，普斯想。很快，国王就找到了他们。菲奥娜，对不起，我睡着了。国王说，我们明天早上坐马车出去玩吧。普斯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他有办法了。